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6月14号啊。今日啊同大家讲下，哎，有人话呢个李家超啊吓，你唔出喺现场就冇事。呢、这个係啦，佢唔出现喺香港呢个现场嘅话，个菊花都唔使，菊花牌漆油啊都唔使用得咁多去油嗰隻黄鸭啦，仲要爆破系咪？咦，以前有隻多乐士啊，跟住之前有隻叫菊花牌㗎嘛，游云全港㗎嘛，定骆驼漆啊，我唔记得啦，好耐以前㗎啦呢隻漆油。雪姑漆有七个小矮人啊，唔系佢同汤家华嗰啲都系十一隻字，只不过咧啊，佢嗰啲好耐以前咯，再加埋嗰个李汉文啊，营理员啊，喺度调查各样呢、这个仙境啊嘛，边个仙境啊？徐步高啊，唔系魔境啊，仙境噶啦。嗰阵时不断抹黑，你发现中环咁多年啊，好多新闻其实可能俾佢误导咗噶。嗰阵时徐步高行嗰阵时都写住民主万岁噶啦。嗱，今日要讲嘅人物咧，就同呢个 YouTuber 有关。呢个系真心抹啊吓，咁我谂真系珍惜咁解啦。心咧，佢即系真心话啊，各样嗰啲互相喺度玩啲字啊，我哋叫喷啊。但系讲佢之前呢，就讲返嗰个大伟俊踢波佬踢波底啦，或者就嚟老㗎喇，俾人拖咗十几年嗰啲球会嗰啲又转唔到会，唔知做乜咁样。本身好地地踢英超㗎系咪，家下踢铁板。可惜嘅就係佢父母带咗佢移民英国嘅时候呢，我哋话围山九人就功亏一篑呀。呢啲都对我哋嚟讲有烟势嘅，咁所以今日就讲呢样嘢啦。同埋分享单新闻啊，稍前讲返比家超先，即係有啲人话好顶佢唔顺啊，嗰把声各样，咁所以我都明嘅有时啊，咁所以但係冇咗佢去加持香港呢个国家得唔得㗎，即係我都唔知嘅，有时又想有时又冇想，即係人哋话佢把声讲客囉，好赶客咁款啊，咁样咁我唔知啦，我尝试咁啊 cut 走佢睇下点，但係个山逼仲喺度㗎吓，必要时呢啲佢都系反中乱港啦，大佬你今日唔系啊？大使馆嗰度，哇，有个爱国分子喺度喷漆，突然之间佢又捉拿咗人啦。你唔系话大佬，人哋讲到明系商标啊、霸权啊，咁样去搵个美领事算账，同埋都好温和啊，系咪？应该将佢大卸八块，又争呢啲咁样嘅洋鬼子啊。不过算啦，系唔理呢样嘢啦。姓李嗰啲李莲英啊、李鸿章啊，都系对洋人软嗲嗲嘅，人哋一动喺度嘅啫，咁啊跪地嗌猪乸噶啦。嗱，不过 anyway， 咁就 cut 咗佢先，睇下今日又如何做人嘅嘢，咁就即系都系咁啦 ，tap 下咁样。嗱，我有经历分享嘅，对于真生活呢件事，咁但系讲咗大俊伟先，啊唔系大智慧小智强林元三呢个大伟俊，啱好佢个名似足球小将啊嘛，变咗足球和干将或者足球辣椒将啦，辣到眼泪啊，对眼系咁飙，人哋唔俾球会佢咁啊，耽误咗佢嘅青春。你踢波佬唔系踢到好耐嘅咋，去到三十几岁咁啊 out 噶啦，所以拖佢一两年啊，成世咁啊毁咗啦。随时喺大陆踢波，人哋同你玩功夫足球啊、少林足球啊，跟住对脚都跛埋，咁啊好玩啦。即系第时大家如果见到啊大伟俊啊，移咗中国籍未啊？我唔知啊。总之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因为跛咗脚喺度乞食咧，你记得踢烂个乞衣兜。哇！呢啲人咁蠢，医翻都嘥药费啦，系咪？咁咯，你唔知边个大伟俊 ？OK， 佢系嗰个足球小将啊。嗰阵时咧，佢父母带咗佢去英国嗰度移民，咁啊踢到去英超联各样嗰啲噶，好似好叻噶，踢亲都有表现噶。咁后屘又翻咗嚟深圳嗰头，深圳球会招揽，佢又觉得人民币咧各样咧，又可能你知啦，啲足球员嗰啲血气又方刚咁样，咁内地啊美女又如云咁样，唔系我只系为睇啫，冇其他嘢。你估好似支付宝叫鸡教授咩？阿雷鼎明啊，一言九鼎啊，顶你个肺嗰个啊！你唔清楚㗎，嗰堆嘢我唔知啦，又或者群埋啲狐朋狗党啊，有英国人你唔做做中国人啦。你未听过打斋佬讲咩？来生不做中国人啊嘛，投胎好惨㗎，做中国人变做九等猪乸民啊。咁唔知佢啦，佢喜欢啦，他喜欢啦。
你冇计啊，个教育搞唔好啊嘛，中国你睇下教出啲咁样嘅大胃象搞唔掂啊，所以亦都有烟势，就系你移民英国各样咧，第一样嘢要搞好嗰个系教育，即系你教晓嗰啲仔女各样先。首先就系逢左必共，左派嗰堆嘢咧，姑息养奸各样咧，你又唔好俾佢啊植入个脑袋各样。咁同埋第时如果想话你唔好俾选择佢啊，系啊，即系如果佢话想回流中国啊、香港各样，你打跛佢对脚，横掂都系做奴隶噶啦，系咪？至少你打跛咗对脚喺英国有福利攞啊，知唔知啊？千 Q 期啊，唔好俾佢啊，唔好俾选择佢。如果唔系围山九人啊，咁啊功亏一篑啊，冇计嘅。有时候啲嘢，除非冇除非噶、啊，即系我都唔睇好啊。黑兔走入青龙，越狱进不进啊，不可说。唯有外边枝叶上，三十年中子孙结，你睇到噶嘛？不过啊，有啲鼓励性嘅说话俾大家嘅。虽然我话2053年见到曙光，但朝住2053年嗰个过程咧，呢只巨龙啊系会慢慢咁样奄奄一息。咁所以你系向住好嗰个局面咧就进发嘅。咁自从我贴咗李家超符咒之后咧，即系香港呢个国家各样，你见到香港逐渐成立国家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好讲客，我又明呢、这个心理上，所以冇话好定唔好。呢、这个符咒我都唔知几时贴好定唔贴好，有屎贴有屎唔贴我都唔知啦。咁可能梅花间竹嘅啫，一个月贴一个月唔贴唔知啊。咁睇彩数啦，系咪啊？睇 view 数咧，有时吓好现实嘅，有时吓我都唔知系咪讲客咧，可能信众要求咧，我要听比卡超录音咁样，你唔正做啊？好难讲，好难讲。咁但系信众要求去踢走佢嘅话咧，咁啊有三四个朋友仔，但系信众要求要佢留喺度嘅咧，就有两三个朋友仔咁样。咁如果群情汹涌，各样我要比家超啊、掹三尾啊咁样嗰啲，咁我唔清楚噶嘛，咁样啊，所以凡事啊，你知我份人啦，做嘢一步步嚟嘅，我睇嘅嘢系一百步嘅，咁所以逐步逐步啦吓、啊。有时好难同其他人溝通就係咁解，我睇到一百部佢睇到一部，咁我同你講都費事啦。有時佢又冇耐性聽埋我講嗰啲喎，所以先開個 YouTube 平台同大家講下嘢咁樣。咁只不過呢，我講嘅嘢都係好長氣㗎，所以其實我都未分享得曬，分享得曬又分一百集㗎啦，即係九品芝麻官啊，德望大人之天威啊，床上嘅雄威啊，咁啊分一百集日日喺度講㗎嘛。Anyway， 大伟俊啊，已经俾到我哋个烟齐，就系、是、你移民英国都冇用嘅。好似阿边个讲啊，一言九鼎你个肺啊，雷鼎明，支付宝叫鸡教授，佢讲得非常好噶。你全球经济都差啊嘛，所以移民咗英国都冇用。If and only if you have not figured out what is a good education system and how you deal with the education for your kids and value， 即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要俾到个价值观吓，啲细路仔侵略别人嘅领土，即系好似俄罗斯咁侵略乌克兰，咁就必定系错嘅，错就系错，啱就系啱咁样。普京最好嘅咧就系赴京请罪，咦？普京请罪或者嗰啲啊，除晒衫裤啊，然之后喺后边系咁啊，啪啪啪咁样，咁啊，我错啦咁样，咁先系噶嘛，错就系错，系咪？咁要认啊嘛。咩唔得啊？你好似習近平咁，又系应该赴京请罪啊！咁咪除晒衫裤咁样啪啪啪啊！小红维尼的血与物咁先系噶嘛？咁冇承担，咁射膊缩骨唔系几好嘅。咁但系共产党已经有一千年嘅历史啊，缩骨射膊噶啦，缩骨射膊孤寒几样嘢都齐啊，红七公主义啊嘛，咁都有人上当噶喎，呢、这个世界不乏傻佬啊！哎，我唔系讲真心喎，你唔好搞错，冇证冇据，唔好乱讲。我之前只系话咧，如果有啲人即系佢以为可以收到钱。咁以为可以收到钱嘅时候呢，咁去做某啲事，结果人哋尾数找唔到嘅时候，咁打交㗎喇，又或者俾人出卖呀、各样嗰啲，有汗出就冇粮出，呢啲好多时呢共产党嘅伎俩就係咁，唔适用于真生活啦，因为真生活佢讲咗好多嗰啲嘢，虽然我早一个佢唔係喎，几时走啊？三月、四月、五月，我唔记得啦，早两三个月佢回流嗰阵，我同大家讲啦，讲咗添啦，啊，即係应该都系父母因素啊，翻去又搵唔到嘢做啊，诸如此类啊，咁而家只不过呢系turn out佢又讲返呢啲嘢咁样啫，咁唔系我神算喎、啊、只不过系即係买佢呢个年纪差唔多㗎啦，同埋几得意囉，我觉得个 case 走咗去台湾嗰度，哇，移民两次喎、啊、咁样系咪，咁跟住二次回流啊，嗰啲叫，不过第一次又唔可以叫回流啊，佢踢咗去英国，咩都好啦，咁冇嘅，每个人有自己嘅决定，我哋话
咁我就唔會 judge 人哋嗰啲決定啱唔啱嘅，佢真心活㗎嘛。咁佢冇話點樣活啊嘛，係咪？你只要上年一息尚存都叫活下去㗎嘛。能夠活下去就是好事啊，每日能夠呼吸同呼吸共命運，嗰種飽滿感、幸福感、獲得感，你體會唔到。即係呢啲係好主觀意願各樣嗰堆嘢嚟㗎，就千秋期呢就唔好去 judge 人各樣嗰啲咁解囉。只不過呢度我睇到單新聞佢又话呢个回流港人真心活咧，嗰、那个 YouTube 啊遭入侵，一夜间全消失。嗱、啊，啲网民好衰啊！佢哋讲嗰啲嘢我唔讲啦，唔可以咁讲嘢噶嘛。做人即系有口德，我哋好客观嘅嗰啲。咁呢度咧，我唔知佢能唔能够掉翻转，即系诶，佢都系信啦吓，因为 YouTube channel 都冇埋。其实系嘅，即系等于人哋可能话俾咩 job 你接啊，又或者系俾啲咩广告你各样啊，你又唔知植入咗啲乜嘢，咁跟住咧又唔知失去咗啲乜嘢各样密码嗰啲，咁跟住就领嘢噶啦。所以呢方面我系好小心，好巧小心，极度小心，找唔到尾数啊嘛，大佬好多时啊，嗰条友唔找尾数嘅时候咧，基本上后悔嗰个系佢，从来冇人够胆唔找我数噶。即系我讲我以前做嘢，佢会知咩事，系有次领嘢就系忙。忙得滞，哇！嗰阵时收好多张 check， 其中一张 check 写错个名，我睇唔到。弹票嘅时候已经系好几个星期后嘅事，哇！真系收到嗰张嘢，平生第一次挫败啊！呢、这个真系挫败中嘅挫败，冇可能有人走到我数噶嘛，但系条友飞走埋，你冇得追啊！呢啲我做嘢系咁噶，系要就要，唔要就罢就咁样嗰啲。咁讲翻啊，呢位阿真心活先生先啦。不话说英伦嗰单嘢我都有讲喎，西南边呢咪嗰间贵族学校琴日未补充埋，嗱呢度你着数啦，你听到呢度，咁我啊同你讲多几声，即係因为琴日呢我未讲晒咁样，我只不过系刺激大家思考下，虽然我唔敢确定各样嗰对，咁但係呢你会知道一样嘢，就係嗰啲贵族学校边个读得起啊，读得起嗰啲有钱㗎啦，有钱人嚟讲呢，咁你话啦，如果系大陆佬读得起嗰、那个机会有几多各样啦，咁有边个系会针对香港人啊，英国人啊，冇乜针对香港人㗎，我同你讲。所以呢单嘢呢、啊、非常吊诡啊，都唔知边个。即係如果真系嘅话，你嗰啲纵容啊，孔子学院各样，我哋真系要你执笠啊，我同你讲。你个私人身位成啊，你唔交出啲比较上强硬嘅方案出嚟呢，喂，加下保护你英国喎、啊、定还是保护你印度啊，岂有此理啊，系咪？即係我諗住你系一片忠心㗎嘛，一片单心向英国，咁呢啲嗱即係暂时嚟讲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啊、我相信你会做得好㗎 ,ok? 咁你又努力啲喎、啊。如果唔係两年后你做得唔好，又甚至乎啊你都未完成任期，你知啦，係咪？周文琴嗰边哇几百个嗰啲大陆学生读大学各样成之军嚟㗎喎，到时你会唔会嗰班友去 Downing Street 嗰度㗎？咁、嗯、你碍于压力㗎嘛，各样唉着定防刺背心啊，如果唔係你点知啫，你唔知㗎嘛，啲大陆人係咪係好 Q 乜嘢。呢个唔构成一个我真係叫你提防啊，又或者你赶 Q 晒佢哋走咁解。个意思系咁，你明唔明？哎呀，轮到主角啊，主角系阿真心活啊嘛吓、啊，即系我听人讲几得意啊，因为佢哋睇翻嘅时候，我先望下，佢哋话最近回流话搵唔到嘢做，各样嗰堆啊嘛，香港嗰度，咁我唔明啦。佢嗰阵时老婆开清洁公司啊嘛，佢话系咪？你喺香港咁咪又开翻清洁公司咁咪得咯？两公婆啊，一条心嗰啲我唔知啦啊，或者接下广告咯 ，YouTube 嗰啲，不过 YouTube 都俾人 hack 咗个频道啊，边个咁衰啊？系咪滚你攞咗密码各样嗰堆啊？唔好人哋俾钱你又要啊？呢、这个要好小心啊！好多骗局噶呢个世界。咩事？诶、哎，望下先，我都未讲嗰件事。香港移民 YouTuber 其实佢唔可以称之为移民 YouTuber 噶啦，移民应该系移民成功嗰啲先叫移民 YouTuber 噶。又唔系、啊，你移民成功咗，你已经移咗民啦，咁你冇得再移民噶嘛？要不断移民啦，系咁失败啊，继续移民啦，先叫移民 YouTuber 系嘛？咁但系你跟住做会点噶？跟住做你会失败噶、啊。即是你移民边度都唔靓喎，因为佢係靠移民失败延续落去㗎喎，就等于你睇医生㗎咋喎，係咁复诊㗎咋喎。即係我咁諗呀吓。Anyway, 我哋睇返佢先。香港移民 YouTuber 真心活啦，一家四口，哎呀两个细路仔咁频扑啊。2020年移民台湾嘅时候，台湾几好风水啊。因为等待两年都未获得台湾身份证，台湾又系嘅，做乜唔俾身份证人呢？审呢样审嗰样系咪？人哋依足程序，你唔好突然改条件。如果你突然改条件就唔好，你一系一开始已经讲到明乜嘢唔得啊嘛。
Anyway， 令其倍感心灰，佢好乐观嘅，我睇唔到佢心灰。不过最后佢选择咗都系走去英国啦。佢话移民啦，两个月。我谂两个月冇人移民决定两个月就走噶，是但啦，唔适合佢啊嘛。最终就选择举家移民英国啦。但移英短短三个月，哎，我假资讯，原来三个月耐啲嘅。佢又宣布自己极速回流咁解，佢话呢啲系回流啊。咁人哋讲话自己呢啲系叫回流嘅，我哋要尊重佢回流嘅定义。但喺我嚟讲呢个就唔系我回流嘅定义嚟嘅。佢回流就唔等于系我认为嘅嗰种回流啊吓。不过唔紧要啦，啊，佢系极速，以佢嘅意思嚟讲嘅佢嘅嗰种回流。咁啊，毅然决定都好坚决咯，嗬？唔知系有啲咩吸引到佢啦？回港就定居，点解叫定居嘅？你唔系英国嗰度叫定居，翻香港嘅时候系嗰啲叫回流啊嘛？回流同定居唔关事嘅，啲报道唔知做乜。结束两年半嘅移民生涯啦，两年啊台湾，半年啊英国，移民经历同回流原因令网民议论纷纷咁话话冇啊。咁斩钉截铁，我都同你讲咗啦，人哋唔啱咪扯啦，系咪？即系打个白鸽转啫。咁日前啦，佢又喺 Facebook 账户上面呢就晒自己真生活频道啊，就被呢个黑客入侵盗用，改造咗一个叫做 SpaceX， 话 SpaceX 劲嘢喎，呢个係 Elon Musk 喎，佢喺上海搞好多嗰啲电子车嗰啲㗎喎，係嗰个共产上海车佬㗎嘛，嗰啲电子车啊。啊，唔怪得比亚迪俾人林红友啦，係咪啊 ,Elon Musk 做㗎，欸，佢都曳啦，唔俾人去做 competition 嘅。啊，竞争嗰啲嘅咁衰嘅 Elon Musk， 诶，做啲嘢，不过冇，诶，内地嗰啲系咁噶啦，即系摆张100蚊纸，佢又揽落地下选噶啦。Elon Musk 系咁嘅人。Anyway， 后嚟咧就俾 YouTube 嗰度官方冻结咗嗰个 SpaceX， 咁盗用啊嘛，因为 Anyway 工作同埋公司咧一夜之间全被消失，佢个公司就系 YouTube 啫嘛，系嘛？咁佢喺频道上边经常分享自己移民经历，依家冇晒。不过嗰啲都系失败经历啊，失败经历都系经历啊，唔好咁讲。早前咧，移台移英失败之后回流香港啊，点解冇晒咧？咁样唔系几好 SpaceX 啊？咁啊，骑劫变咗 SpaceX 啊！真心活表示啦，黑客同佢都冇得玩，因为而家 YouTube 保管中。咁佢喺边度发布噶？哦 ，Facebook OK。佢话经营两年半，哦，原来突然冒起嘅喎，两年半啱好 BNO Visa 出道嘅时间啊，又啱好台湾嗰阵啦。唉，佢完全系为不过好犀利喎，佢个频道多过我啦，累计有2100万次观看，88000个订阅，人哋嗰啲前辈嚟噶啦，好多订阅嗰啲噶啦。虽然我知呢啲系有得买，但我冇买到，冇钱啊，大佬穷啊。好啦，平均咧每条片系有140000嘅人次观看，哇咁犀利啊！哇哇哇，十几万人啊！香港你700000人次嘅话，你边度嚟140000人啊？系咪？好犀利㗎啦，平均50个人入面啊，就有一个人系睇真心活㗎啦。嗱咁50个人入面就有一个人睇真心活啦，咁我啲 view 数 organic 㗎嘛。咁你呢度我当1000啦，系。咁1000就即係起码都有20个人睇过佢频道嘅。咁嗱，你睇过嘅认头啊，20个人，我要睇到20个人，咁呢条数系真嘅。呢、这个 organic statistic 啊嘛，冇人发明啊，我发明啊，第一回啊，系嘛？大学开个科叫 organic statistic 啊，咁点解叫 organic 啊？当然就系有啲 inorganic 嘅啦 ，artificial 嘅啦。咁你又系嘅 ，YouTube 啲公司啊 ，Facebook 嗰啲公司搞埋晒嗰啲，咁佢哋卖数据嘅是但啦。咁但系都系要个 credibility 嘅、哦，同印公仔纸啊、股票嗰啲好似嘅、哦。你冇咗个 credibility， 即系好似 unlike 嗰样咁啫嘛。你有乜理由唔俾人 unlike 先得噶？你唔俾人 unlike， 边度好玩噶？边度只得赞冇得弹嗰啲噶？所以，唉，即系得佢一个平台咁解啊，其他嗰啲又唔知做乜嘅，做到啲嘢咁，所以你咪话 Google 都佢恶咁，但系佢又劲噶喎，咁冇得搞咁解啫嘛。不嬲都系噶啦，人哋独裁咗嘅时候，你又要闹又要用噶啦，就睇下佢有冇得改进。佢冇得改进嘅时候咧，你又睇下可唔可以扶植到一啲佢嘅竞争对手，咁第时大家咧就有个比较公平竞争嘅平台。呢、这个咧，自从你讲私有产权各样咧，你点都会制造咗呢啲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咁跟住后期咧就慢慢 conversion 咗去呢个叫做 monopoly 咁解咯。
你是要透过一些即自己成立群众的智慧去令到他即你背过一些恶意的企业各样的嘛。所以我们成日说共产党呢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原因为什么啊？你14亿的人民隻隻都是这样的时候就造就了这个这样的大魔兽咯。Anyway, 真心活就话说了在文中呢就自我激励各样的。不过他说了工作公司一夜消失如果是你心情又会如何呢哇崩溃啊我绝对。他又说了人生总会遇上不如意事越困难越要轻松过的。外面世界人同事管不着了管你好自己心情啊。各样啊，几好喎，几正面咯。咁有啲网民咧啊，就帮佢改咗个名叫真心惊嗰样嗰啲。咁其实即系嗰两大原因啊，就令佢离开英国嘅，令佢舒适安心嘅地方啊嘛，翻到去解释回流嘅原因。一方面就系父母关系各样，关于急症各样啊。咁要讲翻 Coco 哥嗰度啦，你冇得搞嘅系咪？阿 Coco 哥最近感染咗嗰个球链 A 啊。咩都好啦吓，咁跟住入急症，哇个服务一流喎、啊，唔错喎，咁样即系睇你点样啦吓。不过诶 ，Coco 哥呢啲贵族嚟嘅吓，冇得讲嘅，我哋啲比较平民啲系咪？咁但係可以见到嘅就係、是、喂你英国唔係冇医疗㗎喎。咁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係、是、啦你嗰个医疗制度呢你如果讲嗰个指数啊英国係高过香港㗎。咁你冇咁唔方便嘅话呢基本上你都可以享用到呢个服务。点样可以冇咁唔方便呢就係、是、你有部车囉要识下揸车嗰样啦。咁但係你小心啊你车牌就可以转啫但係佢嗰啲驾驶学院嗰度有棘住你㗎我同你讲。你考得嚟嘅时候呢我唔会话封咗关嘅。咁但係我唔知啦好似猫宝兄弟过关咁嘅啫。咁跟住一大堆嘢啦。佢话当地医疗系统唔好咁样嘅真心活话。因为之前嘅 COVID 各样。咁呢点我系要讲返嗱我同大家计数好唔好啊。大话又怕唔系佢嗰啲唔系大话真心话。真心话呢都唔怕计数嘅。咁我哋以事论事客观啊吓。咁英国嗰度呢就50万人到啦。你全部系啊50万啦。咁50万你知唔知英国几多人口啊50万除6000万。嗱我而家揿紧计数机啦已经。哇大佬同你用脑计啊。唔灵光㗎啦大佬有得悭嘅係悭㗎啦。咁嗰度呢就大概係 1% 左緊 0.00833 度啦。咁然之后你乘返700万人喎、哦、即係我将香港嗰个数摆返落去啊。咁嗰度呢就係、是、50000多人嘅。咁你香港至今嚟讲如果你讲真係因为呢隻嘢然之后钉嘅呢几多20000。好啦咁即係人哋係你3倍喎、啊、呢、这个数。所以喺 COVID 呢件事情上面呢香港佢虽然付出咗代价咁但係医疗系统各样呢即係你讲封禁晒各类人啊各样佢係做得好过英国㗎喎我咪咁讲啊。我成日都话啦你都系要计数㗎就係到最后。咁点解会出现呢件事呢我就要解释俾大家听喇喎。第一样嘢香港嘅天气啊你见成个东南亚方面嗰度呢嗰、那个感染率唔系话好高死亡率又唔系好高呢隻嘢呢越冻嘅天气又越大镬嘅。你个抵抗力各样差啲系有数据可以跟。所以你有时又唔可以讲系个医疗嘅系统嘅。今时今日即系我唔系想做总结啦但系讲到医疗系统咁就变咗要咁样去总结啦。同埋牙痛有时你可能要睇私家。anyway, 讲返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天气上的问题我会这样讲。第二样东西就是有关那个民众肯不肯去医院的问题了。英国来讲呢是比较隔绝的有些人居住到虽然他的感染度呢又会低一点但是你的子女即如果有仔女啊都要上学的嘛那他们都会有事。那就视乎你那个是什么家庭结构了。如果你是比较像老人家各样呢你未必说有孙仔那些同你一起住的嘛是父母同孙仔一起住那些都叫做安全因为老人家如果隔开了安全一点。但是否则你给不起钱啊各样啊那啊同一个地方住啊咁嘅时候咁啲老人家人口老化都严重㗎嘛英国咁就有机会中招再加埋天气冻啦。呢个系地点上嘅问题求医唔系话咁容易呀呢个第二点喇喎。第三点就系呢就唔好意思啦有关习惯上嘅问题。英国的而且确嘅你吓死人呀佢哋嗰啲生活习惯嚟讲呀就唔系洋人嘅嘢呢就一定好嘅。咁但系你睇人哋好嘅嘢就去学习唔好嘅嘢就改善啦就咁简单。佢哋嗰啲真系呢
唔係好得天然啊，我覺得應該天然嘅嘢就冇咁天然，唔天然嘅嘢呢就好天然，即係例如止痛各樣你都要㗎，佢哋就咁有事挨咗過去又算，又亂咁執藥唔知做乜咁樣，咁有啲問題。咁再加埋啦，香港集中嚟講啊，嗰個人口普遍質素係好啲㗎。點解咁講呢？喺醫療上各樣呢，公共衛生港英時代嘅時候已經直落一批呢比較上身體強壯嘅，個衛生條件好啲嘅，打曬卡介苗各樣嘅，咁所以唔係好驚。再加埋喺中國當地呢第一時間，咁但係你只不過係可以做到個 difference 係咁嘅啫喎。咁我哋唔 exonerate 啦，佢係做得差就差啦。咁但係最重要都係水不及防啊嘛。香港一早已經戴曬口罩啦，佢哋英國人啊口罩都唔戴嘅，咁有乜辦法啊？有人話口罩防唔到 ，condom 都唔係完全防到嘅喎，防到 99% 嘅啫喎。你知唔知噶？有用冇用？你唔可以一刀切噶嘛呢啲嘢，咁樣樣啦。總之我歸納咗幾樣嘢嘅時候，但係如果平時冇啲 covid 各樣嘅話咧。查洗又唔係話太差，英國嗰個醫療就只不過小病嘅話咧，你要識得去自己照顧自己，呢、這個好緊要。嗱、啊，無論如何啦，所以就係話你有時接 job 各樣咧，你唔想俾人 hack 啊嗰啲咧，你要好小心咯。咁可能唔係因為呢件事啦，佢純粹係洩漏密碼啫。又或者電腦保安嗰度做得唔好啦，咁有啲人就好一刀切嘅，係叫佢翻大灣區各樣，唔需要咁樣 justify 自己移民嘅決定啱與錯。你移民都唔一定係移英國噶嘛，係咪？移台灣就更加棘住咗啦。話玩下手會唔會係移加拿大最好呢？啊，你唔知㗎喎，不過加拿大有佢嘅問題啦又。嗱、啊，無論點都好啦，我哋要睇返1952年時候上海灘啲人游水呀、啊、都要離開共產黨嘅魔掌，而環顧世界嘅歷史呢，有共產黨就冇未來㗎啦。共產同未來兩個字呢係 mutually exclusive 㗎，互相排斥嘅。啊，唔該唔好相信埋嗰堆咁樣嘅咩經濟奇蹟呀、啊、各樣，冇美國佬啲飯呀、啊、經濟奇蹟奇巴就有㗎，經濟奇巴你唔見咩？上海嗰個股市仲唔係經濟奇葩，十幾年都冇先過嘅。呢啲係好客觀嘅數據，我哋係睇數字做人嘅。咁當然啦，有時又唔係任何嘢都可以睇數字嘅，即係等於我遞碗嘢落嚟冇味冇剩，條魚仲係腥嘅，20蚊一碗喇喳麵。咁但係呢都可以食到津津有味㗎嘛。Based on my way, okay? Not my cup of tea. That's it. 就係咁樣樣。好，今日講到呢度。